降法，你看，叶文哥在疯狂地跟我转圈圈表达爱意，我就很纳闷了，你是怎么发现我长得好看的呢？啊，叶文哥哥，小韩寒，哎，别走啊哥，大哥韩信。先不慌不慌，要想从这两个人手里活命，有很多种方法，俊男靓女手下留情。啊，看见没有，他们已经对我放松了警惕。这二打一有点不公平吧？信不信我家野王回头分分钟给吓冻死啊？吹牛。我憨跳跳，哎，能跟我解释一下刚才是怎么回事不？飞鸟尽，良弓藏啊，狡兔死，走狗烹啊。小妹妹，瞅你那一脸懵，是不知道其中含义吧？我知道啊，这句话说明我有悠久的吃狗肉历史。吃你妹呀，明明是在讽刺你啊。哎呀，这个红。等等，我知道那是啥意思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就是这个人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应该把他抛弃。多谢解释啊，你现在也没有利用价值了。哎呀，原来你是这样看我的，我真是白崇拜你了。崇拜？走，老子带你去横扫峡谷。果然，男人还得用激将法。